在游泳哎。蛙声什么事？Hello， 今天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要打油上厕所，然后要出发啦。今天要去彭亨州，然后我们就带大家去 explore 彭亨吧。彭亨咩？啊？可是杜丽在彭亨咩？关单了。就拉定我。关单了，彭亨啊。地理 fail， 地理 fail 了。OK， 我们现在出发吧。拜。What's wrong with me? I just feel weight pushing on my chest and it squeezes till I suffocate. Better change my mindset, meditate. It's pretty cool that I'm alive and have better days. I could walk, see, hear, I should celebrate. Yeah, 我们坐了三个小时，终于来到这个 Cheratin 啦。然后 before 我们 check in， 我们等下住的酒店，然后我们现在去吃一个东西 ，lunch 这样子啦。然后看我们带你们去吃哪里。猜猜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tempeh 啦，是马来人最喜欢吃的一个食物之一啦，是发酵了的黄豆。然后你看看这一边哦，它是没有用那些 plastic 盘的，它很聪明啊，用那个 avocado 的皮哦，装那个 salad 下来，非常的有创意。那我们等下试试看到底什么味道。这间好吃吗？不错，下次再来。在对面有另外一间咖啡叫 Marion Cafe， 也是我们朋友介绍的，可以去试一下哦。耶，刚刚我们吃的那间咖啡叫做Onboard Cheratin Surf Cafe 这样子，然后 Surf 的主要都是那种西餐这样子啦，然后大家可以看我们该吃的东西啦，然后它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很多植物，有一只很懒惰的猫躺在那边，对，你就可以很 chill 的在那边喝咖啡啊，然后吃午餐这样子咯。然后我们就开车大概五分钟就到这个 Kasturi 这边啦，然后我们带大家去看我们的room tour， yeah。 非常甜的 welcome drinks， 然后在海边 ，cheers。耶，我们在森林里面过夜了。So， 现在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这几天睡觉的地方，然后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先。然后这边非常的有点小大啦，然后你可以待在这边几天都不用出去这样子，然后进来。So， 你进来这间房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玻璃门，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living room 咯，你可以在这边看书啊，还有休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一只老虎，那个老虎，不是很可爱。然后转过来呢，就有一个小楼梯，哦，小楼梯就上来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个的床这样子啊，然后有一个很高的 ceiling 的一个房间， so 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啦。然后刚才我们哦一进来过后，我们环视了这个 Kasturi 的时候，我们就
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看到有 diapers 在我们的门口那边，然后我们就快点叫那个服务员来收掉那个 diapers 这样子啦。服务员忘记收走。对，然后应该是上一个住宿的人留下来的这样子啊。然后你进来看到这边的话，就是有点现代风的马来屋子这样子啊，就是有很多木的东西，但有一些现代的家具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面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木雕的橱柜啊，里面是不是有可以收衣服的地方咯？还有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叫什么 pantry， 然后有一些汽水啊，还有一些零食、咖啡，还有茶，就是很普通的一些东西这样子。然后来到你的厕所的话，就会觉得很舒心，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 bathtub， 然后可以在这边，你可以很累哦，你可以在这边如果你工作很累哦，可以来这边叫什么？泡澡。泡澡，就是你离开了城，你住在城市太久了，你可以来这边泡澡这样子啦。然后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森林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两个小小的洗脸盆，可以不用整着用这样子啦。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冲洗澡的地方，然后 open air 的冲凉的地方。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时间泡澡啦。OK， 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去外面给大家看 Kasturi 外面的样子。So 这边的话就是那个 living room， living room 里面的话就有一个小桌子，你可以在这边帮处理一些公司的东西还是怎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椅子可以在这边休息这样子啊。然后打开这一间屋子的话，就是会有这个酒店真的是有点旧啦，所以这些东西好像很难打开这样子。然后这边就有两个躺椅这样子，你可以在这边晒太阳、看书、听歌这样子。还有前面这边每一个 resort 都会有一个自己的 private 的游泳池，你可以在这边游泳，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海边啦。看到远远的地方是不是？其实那个是很大的石头。然后这个石头的作用是什么你懂吗？这很大的石头哦，是他们为了保护这片15 acre 的森林哦的一个小小的措施来的。因为他放这些大的石头哦，就是这边马来西亚有很多蒙顺嘛，下大雨啊，气候风这样子会把很多沙卷走，所以这些大石头其实是让他们把防止这些沙流失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这样子啦，保护这边的沙滩这样子。 Later， 耶，我们来到这边，等一下要去看萤火虫。我们现在要上船了，快点 ，Let's go！
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three, think real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Step four, fuck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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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up.我那个无心地方大赛训练的啊，读一边读一边背啊，不懂读啊，就像这种读到头脑烧的啊。哎，你那个游泳啊，全世界哦、啊，第一没有名了。你每天游这个100公分？阿姨，我们不要听你讲废话，我们要去看得到。拜拜，阿姨，拜拜，阿姨，阿姨，拜拜，不要讲废话，拜拜。Hello， 现在我们要走路去哪车？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啊，东海岸的海龟。好像有的放海龟，对，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下，等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昨天去看了萤火虫，然后这个费用大概是一个人45块这样子啦，我觉得蛮值得的。好像一个小时的行程吧，走得蛮远一下。对哦，我还以为是一下子吧，然后怎知道是一下子吧？然后就看到很多萤火虫，也没有整棵树，但是就是整条河边都是有很多萤火虫。你可以看我们现在的影片。然后那个导游啦，其实好像是研究员来了，所以他解释那个萤火虫蛮详细的啦。而且他有做那个什么 mangrove 的保育工作，所以那边那条河上有很多 mangrove 是他们在种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萤火虫来查拉丁。那我们要去看看另外一个动物。叫海龟。Let's go。叮。上岸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海龟蛋收集起来，然后放在这个，这里就是一个 hatchery 的。所以现在我手上的这些海龟呢，就是只有5天的，刚刚 hatch 出来，今天是第5天，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放回去海边啦，给它回去海边。然后刚刚我们就学，就是抓海龟的时候要小小力抓它的旁边，给它这样抓起来，然后你就看到它好像在飞这样子，很 cute， 而且它的头很大个，很可爱。然后等下我们就会放它下去，给它去海里面游泳。然后放海龟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放在沙给它走进去，因为海龟是有记忆的，它会记得
那个他爬过那个沙滩，他知道他是从沙滩去海里面的。这样的话，他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爬上去沙的地方才是可以下蛋的地方。所以，我们去放海龟。他在游泳哎，你的手上的海龟在游泳哎。所以我们手上的这些乌龟哦，很多是不是？他们讲他们从这一个季，他们从这一个月就有收获到1500个乌龟的妈妈上来下蛋这样子啊。但是哦，只有0.1%-0.5%的小海龟哦，会长大成大的海龟。所以我真的是很小，然后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海里面有很多 plastic 的东西，所以这些海龟我以为是那些水母，我就去吃它，然后我怎知道这些海龟误吃了这些 plastic 完全死掉，因为那 plastic 在它胃里面不能消化，所以我们那个保育中心的人就讲哦，如果我们在海边的时候，就尽量的不要丢那些 plastic 去海里面这样子啦。所以阿邦说不来了，巴西看 ，OK。哦，他想等我。啊，等啊。Hello， 我们现在在 Charting， 然后我们现在要 check out 出去了，然后要回 KL 了，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住在这间 Kasturi 的 Kasturi Resort 里面的一些想法。总结就是，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可以 skip 掉这个 hotel 啦。因为它的价钱其实没有到非常的便宜，但是它所提供的这一些 facilities 啊，还有它的这些餐厅啊的素质，我们觉得就是中规中矩，没有非常的好。第一点就是你可以 skip 掉他们的午餐跟晚餐，因为他们的午餐跟晚餐就是很普通。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选了这个 full board 的配套，因为我们在 Charting 这个海边我们是想到说，我们进来有这个 resort， 我们就很懒惰再出回去，因为出去这个 resort 它有15个 aircar 打，所以如果我们要出去的话，需要开车出去，然后又要叫 buggy， 又要走很远去到我们的 parking 才可以拿到我们的车，所以又要出去，然后再回来又要再叫 buggy， 所以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想到，哎，既然这样麻烦，我们也进来了这个 resort， 我们就直接选它的 full board package， 结果我们就发现它的餐点的话是就是很普通啦，就是你给同样的价位，因为我们看它的 menu 的话，一个午餐是要75块，如果你没有选这个 full board package 的话，你是要付75块来吃这个午餐，所以75块的价位吃到的东西就是非常的普通这样子啦。可以 skip 掉这个啊，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下次来这边的话，可以出去外面吃啊，寻找美食这样子咯。因为我们发现这边出去不远的地方，大概1-2公里的距离吧。如果你开车出去了，就有一些路边的餐厅啊、妈妈啊、
一些好像有不看华人餐厅，然后不远哦就已经是到丁家奴了，所以如果你再往前走的话就已经到一个丁家奴一个小镇的一个 town， 那边是我们看到有蛮多东西吃的啦，我们还没有去尝试过， but maybe 下一次我们再来查丁的话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看。对，然后我们这边离那个昨天我们去的那个海龟保育中心哦也是不是很远吧，但是还是在德仁甘路啦，所以我们相信这个 resort 就是很靠近德仁甘路跟巴汉两个州之间，它就是在一个边界的地方。我们昨天去这个海龟保育中心呢，就是去放那些小海龟去回去海里面这样子哦。然后这个海龟保育中心呢，他们就是有那些 ranger， 在晚上的时候海龟上岸下蛋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蛋收集起来，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把它埋在泥土里面，给它孵出这些小海龟。然后这个费用也是跟上次昨天前天我们去看萤火虫的价钱一样，就是45块一个人。然后他就会大概跟你讲解整个过程关于海龟的一些小知识，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人大概5只海龟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在海边10米的距离，然后把海龟放下去沙滩那边，然后海龟就会自己哇哇哇，然后回到去，然后就回到去那个海洋里面。他有讲啦，因为要放10米的距离，因为海龟会记住这一个过程，就 set 那个 GPS 在脑里面，然后大概4-5年过后，海龟就会在海洋里面一直慢慢长大过后，回到这个东海岸这边，然后产卵这样子啦。所以很可爱的，你放那个海龟在那个泥沙那边的时候，它就会先停一下，它应该是要 load 一下 loading 那个泥土的感觉，接收那个讯息它就停了一下，然后过后它就然后它就开始动，它就很。我是觉得这些萤火虫还有那个海龟的保育中心有这样子的活动啦，他们会拿这些我们参与的费用 maybe 他们会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啦，好像上次前天我们去的萤火虫，他就会把这钱 maybe 把那些环境弄好啊，或者是在保护那些红树林，或者是在翻种那些红树林的这些活动上面啦，我觉得是 OK 啦这样子。至少我在 Charadin 看到的是他们有在执行的，就是昨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guide 有跟我们讲说，当你海龟在往海里面走的时候，不要拍照的时候不要开闪光灯什么之类的，我们看到有人直接拿灯来打那个海龟，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其实海龟是很害怕光害的，所以好像那个海边的附近的一些餐厅啊什么，他们都是在晚上7点过后就会关灯关门，因为海龟都会在晚上的时候上岸产卵，如果有这些灯啊这些光害的话，海龟会不敢靠近这个海滩。所以我们就靠有一些人还是不是很遵守这些规则，就可能会伤害到小孩。还有你们要，如果你们要来放海龟还有看萤火虫的话，我觉得看海龟是有季节的啦，就是好像是2月到7月这段期间就有海龟上来然后下蛋这样子啦，是这段期间，然后萤火虫应该是没有季节啦，全天候应该可以看到这样子啦。OK，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然后给开启右边的小铃铛，然后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拜。